那过来再去这场活动，唔知民众是唔是有去参与着？原来就是行政执行署中华分署每三个月一届嘅挂山拍卖市集哦。三号早起时，一个彰化县嘅地方税务局边嘅停车场来进行动产嘅集中拍卖加变卖活动。现场过来设置着爱心小学嘅义卖区，义卖所得卖伫咧中央节嘅时阵。作为关怀四大所用，2600拍卖现场热热滚滚，这不是夜市啊，来化解拍卖，是行政执行署中华分署每三个月一届的挂山法拍市集。54号2700，我们挂山法拍市集啊，大概会每季办理一次。那我们下一次就是一月份，那这一次的挂山法拍市集一样，就是会把拍卖跟变卖的部分一起在这个现场。那我们今天拍卖物件有第一拍的重机，还有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茶壶都是抢购的状况。那除了拍卖区以外的，就是很多的变卖的东西物品的部分，包括袜子6双100块，真的很便宜。中华执行署另外指出，今仔日拍卖现场除了有查封靠押的物品以外，邀集无人提供的物品，希望透过拍卖换成现金，偿还欠政府的罚款或者是税金。可是他没有办法把东西换成钱，所以我们透过今天这个变卖活动，让商品可以变成钱，然后来缴国家案款。我想也是协助医护人来渡过难关。那另外也让民众可以买到低于市价的物品。我想也是个三赢的状态。执行署中华分署指出，挂山法拍市集每三个月举行一次，每一次拍卖也是有爱心义卖单位。民众伫咧抢好康的同时，也会当做伙献出爱心。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